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婷。我们家菜园子里的菜都被我们家鸡霍霍完了，现在我要准备去抓鸡吃，走。吃它。走，呀呀！嘿嘿嘿！今天开荤喽！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日记，我要吃这个鸡腿了。现在我们不能去集市上买菜，说集市不开现在，所以说封路，我们现在就只能在家杀鸡吃。鸡吃我们的菜，我们就吃鸡。负责搬进来啊。好香。哇，扑面而来的香味太好吃了，这个是我们炒的醉鸡，放了好多酒，我觉得我今天要喝醉了。好了朋友们，我们开饭咯。上班喽！上面的狗狗也开始听到我们家吃饭了，是吧？我觉得差不多吧。
吃饭喽！吃饭喽！吃饭喽！吃饭了，干嘛呢？打筷子。下厨后跟你吃东西。哎，我不管。吃饭。哟，那个什么锅？爸，但是你的肝，肝本来就是我爸吃的呀。你的肝，我要吃个翅膀。哼，给我煎两锅。你们知道有一个词叫"碰香"的吗？